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以团新生华丽跳神。你们在优酷星球寄给我的明信片，我现在收到了。然后我就找几位喜欢我的朋友，我宣读一下。啊，这么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还有我的照片，来自李阳，喜欢你快4年了，看着你一路从青涩的斑马哥啊，成为自己有自己的音乐作品的钢矿男孩，我为你骄傲感动。你凭着不服输的劲儿来到这里，相信你这些年的努力不会白费。嗯，谢谢你那么相信我。然后从之前你们所认识我的斑马哥，就是星座亚洲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，有可能经历了很多，你们是最了解的。然后我有可能就像我之前说过的话，我会进步很慢，但是我会一点一点在进步，这就是我。我想要的梦想是在那个地方，我会一点点去争取，但我绝对不会放弃。我觉得这样不公平，所以我就这样，然后这样我就随便抽出来，这样的话大家就知道了，我是真的是随意投，因为太多了，我怕他们时间的问题。哎，这位，嗯，这个是浅笑迷离。华弟，我知道你在改变，变得无比强大，加油！你一直在给喜欢你的人力量，我知道你很努力，知道你对梦想的执着，你放心，我会全力以赴，高位出道，闪电优班，全是 number one。哎，这个 slogan 很好，我会推荐的，这个很好。谢谢你会喜欢我，谢谢你喜欢我们闪电优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，就是我们表现出的那样，真的是有哥哥和姐姐，有哥哥和弟弟的，我们真的是一个大家庭。跟其他组相比较的话，我们确实就年龄差很明显，而且弟弟也比较多，哥哥也比较多。一定要封我们这个浅笑迷离，谢谢你喜欢我们吧，谢谢喜欢我，谢谢。我再挑一个字迹多的，哇，这个我看到 ，from 晴儿亚96，这96年的来说。华弟，期待你们闪电优班把舞台嗨翻，把梦想实现，赢到最后，见证你一路的努力。我们相信你能成功。我知道你再改再蜕变，变得越来越优秀，越来越强大。对你100分的相信，走下去你会胜利。哇，对我100分，哇，有点压力。但是我知道，你们所期待的肯定是最有眼光的，也是最独到的。相信我，我也相信你们。华弟你好，这样称呼你没有问题吧？开始我没有认识你，可是你跳舞能力吸引了我的目光，我说谢谢。你是个很负责任的哥哥，对童哥很有责任，我也非常感谢你，希望你在每一个挑战都道道突破，加油华弟。嗯，这一看就是我们喜欢童童的朋友。然后呢，童童在这里进步了很多，然后你们放心，我们当哥哥的肯定会在各个方面，如果 rap 舞蹈唱歌方面有能指导的，我们肯定会全力指导。所以他在这里的吃啊穿的住啊，所以你都放心吧，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都会照顾每一个小朋友，放心。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读那么多，所以我要把所有的人的名字都读出来。鱼，还有追追，还有 space 77，还有雪糕628625，谢谢你们。还有公子调冰冰，还有透明的西文，还有浅笑迷离，遇见斑马 Glassics，还有 AD 奉献，胖童 Forever 为你，静静，来自台湾的吃货朋女孩，嗯，年长的罗兰同学，鹿晗我偶像。我怎么说，谢谢鹿晗为我偶像，谢谢这些这么多的朋友给我写的信。你们知道我是不爱看私信的，所以你们给我写信我是真的爱看，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种给我就是写出来用心走读的一些东西，我会真的记在心里。你们在韩国之前给我写的信已经落了这么多了，我是喜欢收藏这些信的，就像我小时候没有收过情书，所以别人给我写信的话，我就感觉我把我小时候那种没有过的经历我现在体会到，所以我特别倍加珍惜。谢谢你们给我写的信，然后你们以后给我写的信我都会认真去看，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，想要纠正的，我都会认真的去改。谢谢你们，喜欢我的话可以放在心里就够了，我能知道你喜欢我，记住我的名字我就很感动了。请来优酷以团之名 follow 我吧，谢谢。